嗨，大家好，我是酱。今天呢，我们来学 Silvertree 的 Tomorrow 这首歌。那今天的进度呢，我们只会从前奏，然后到主歌。好，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前奏的第一小节。我们要下的和弦呢是 A 和弦。OK， 好。那这个 A 和弦呢，如果你是第三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食指、中指、无名指并排成一直线的方式呢，按起来的呢太急了，手指太急，不是很舒服。那你如果不喜欢这样按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把食指跟中指的位置呢对调下。那这样子呢，他们站起来，那个形状呢就会看起来有点像三角形，那按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好，那不管呢你喜欢哪一种，总之呢和弦要记得要按紧，要按稳。好，按完之后呢，接下来就换到右手。右手这边呢，我们要做的东西是交替拨弦。那交替拨弦这部分呢，哪一个音要下，哪一个音要上呢，我都有在谱上做注明，所以呢有需要的同学呢可以去参考一下。好，所以这边呢弹起来好就会像这样子。像这样子可以哈。好，那当然呢在这边呢我们只要弹一次就好，我刚弹两次可以哈。好，那这个东西呢弹完之后好的下一句，好的下一句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在弹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在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呢，我们要把中指，左手的中指呢松开，变成这个音。 OK， 好，所以这边呢我们的第二句再听一次哦。好，所以呢多出来的这个音呢，它是第三弦的第零格。 OK， 好，好，所以呢这时候呢观察一下左手的这个和弦形状，其实呢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是 A7 和弦。好，所以呢这边我们在第二句好的最后一个音多出来的这个第三弦的空弦呢，其实就是我 A7 和弦的小七度音。 OK， 好，所以呢这边呢大家稍微记得一下，就是一开始是 A 和弦，然后到第二句的时候呢它多了一个 A7 和弦出来。好，那没问题的话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小节。下一小节开始呢，我们要按一个 D sus4 和弦。那要按 D sus4 和弦呢，我们先按一个 D 和弦。按完之后呢，要记得 sus4 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低和弦大三和弦里面的三度音呢换成四度音。那这个三音换四音的过程呢，其实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咪换成发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要先找到低和弦的三音，它会长在第一弦的第二格。好，所以呢现在呢只要把这个三音呢变成什么，变成隔壁的升高半音，这个小指头按第一弦的第三格这个音啊，就会变成 sus4 了。所以呢再把和弦呢重新刷一次，记得小指要按哦。 OK， 好，好，所以呢按好这个和弦之后呢，一样右手呢就做交替拨弦，听起来就会像这样子。好，那这边呢特别注意，我们这边除了右手呢要做交替拨弦之外呢，左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他要去做一个小指的勾弦。好，在三二的地方有一个小小圆弧线，那是勾弦的意思。好，所以呢这个勾弦呢其实就是把和弦呢从 D sus4 换成 D 嘛。好，就这样子而已，可以哈。好，弹完之后呢，接下来的和弦呢我们要压的是 C， 好，我们的320这边。我们只弹五四三弦，可以哈。好，到下一个和弦呢 G and B 也是一样。好，200的部分，那最后呢是一个 G， 两个音。最后接回 A 和弦，下一小节。好，那记得这边 C 啊，然后 G 啊 B。好，因为我们这边呢，我们都只有弹到五四三弦，所以事实上我们在压和弦的时候呢，你可以偷偷的把第二弦，
跟第一弦的这个手指呢拿掉，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偷偷不要按啦，好，反正不影响嘛，可以好。所以呢 ，C 二弦呢，你就按无名指跟中指就好了。好，那 G 和 B 呢，只要用中指弹就可以。好，那最后的 G， 好，最后结尾 A。好，所以呢，前奏的话，好，整段听起来就像这样子哦。前奏的部分，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到主歌的部分。好，主歌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谱哈。这个主歌其实还蛮简单的，我们就是刷一个两个小节的节奏，然后呢，这个节奏呢，总共重复六次哈，六次之后呢，就会进到副歌的部分。好，那这边呢，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小节。好，第一小节呢，这边看起来非常的复杂，那这边提供呢。大家一个参考的方法就是呢，在练习之前呢，先想想看有没有办法用嘴巴呢唱出他要刷的这个节奏。好，那在唱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延长拍哈、哦，延长拍在这边呢，它有很多地方嘛，对，只要有延长线的地方呢，它就会有延长拍的东西。那这边呢，为了我们数拍哈、哦，数拍方便，我们要把延长拍的各种拍子呢，都换成以16分音符、哦、为单位呢来做计算。所以呢，举例来说，如果今天它是一个8分音符的话，那我就把它换成两个16分音符。那如果我的延长拍呢，本来就是一个16分音符的话，那我就继续保留它，好，一样就是当做一个16分音符。那我们在数的时候呢，手要下刷就数下，然后呢，手要上刷的话呢，就数上。那延长拍的部分呢， 16分音符，一个16分音符，我们就给它一个2、哦。所以呢，这一组的节奏，我们只数第一小节，它听起来呢，就会像这样子齁。我们对着节拍器来一次。准备哦，三四下下上下上，再抽，准备三四下下上下上，好，就像这样子。好，所以呢，如果你的嘴巴呢数的时候都可以准确的把拍子呢数对的话，接下来呢，我们只要把刚数的东西转到手上来弹就可以了。所以呢，手在弹的时候呢，就剩下最后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就是呢，刚刚你所做的这个延长拍哈，嘴巴数嗯的地方呢，右手呢，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哈，就是空刷。那空刷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手呢一样要做这个下跟上的动作，但是呢，我不可以真的刷入声音。很好，好，所以呢，现在对节拍器呢来示范一次，准备三四下下上下上，好，再次哦。准备三四下下上下上，好，再抽。准备三四下下上下上 ，OK， 好。所以呢，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大家要记得，就是嘴巴会数之后，右手好，右手在延长拍部分呢，维持这个空刷的动作，就能够帮自己呢稳定的哈掌握现在的节拍。好。那搞定这一小节之后呢，我们就剩下最后齁，最后的一个小节，很简单，我们要按的这个第一个和弦齁，就是我们的 G power chord。好，那这个 G power chord 呢是 G 强力和弦啦。那这个 G 强力和弦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弹的时候呢它是有用到开放弦齁，所以它是开放型的这个强力和弦。好，所以在按的时候怎么按呢？首先我们食指按第六弦的 G， 也是在第三格，这是我们 G power chord 的根音。好。那接下来呢，第五弦我们不发出声音齁，所以要用食指的指腹呢稍微把它闷掉，所以听起来就像这样子，我就没声音。好，再来第四弦跟第三弦呢都是空弦，没问题。好，接下来呢，无名指跟小指呢我们要压在第二弦跟第一弦的第三格，所以呢从第六弦开始刷下去就会变像这样。OK，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小节，事实上前两拍齁，前两拍我们都下正拍嘛，这边节奏都很简单齁。这边呢，前两拍哈，这两个虽然说看起来这个300跟033，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不同的和弦，但其实是都是这个和弦啦、啊、哈。只不过第一个是刷低频哈，这样，一个是刷高频，好，所以呢，这个才会写谱的时候看起来不一样。但事实上要记得是同一个和弦，就是 G power chord。好，那再下一个和弦呢，就回到我们的 D 和弦。OK， 好，那 D 和弦完了之后呢，就接一个哆啦手的一个单音的乐句。好了，这边要注意哦，这个哆啦手的时候，哆啦是勾弦。好，小心，很好。好，所以呢，这边我们就对着节拍器呢，把这个这一曲好弹一次。好，准备喽，三四。再次哦。
就像这样子。好，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针对这一首歌前奏跟主歌的讲解部分。好，那有问题的话呢，欢迎你到下面留言。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下次再见啦，大家拜拜。